new words and phrases. 交通小区地铁站走路远这里的交通方便吗？这里的交通方便吗？很方便，小区的门口有121路和24路。很方便，小区的门口有121路和24路。二号线地铁站离这里远不远？二号线地铁站离这里远不远？不远，从这里到地铁站走路只要五分钟。不远，从这里到地铁站走路只要五分钟。